祸延命一生，患恨者也无有。离十二边的正向中道，贤圣出世如是不颠倒正见，所谓缘无明则行。朱比丘若无明离欲而生明，重点还是明啊。彼谁老死？老死属谁？老死之断，则知断其根本。因为老死之末啊，之末没有，那根本也就会，也会跟着断了啊。所以老死在之末啊，老死之断，则知断其根本。如断树头，于未来世成不生法。若比丘呢，无名离欲而生名，比谁生谁属，生属谁？咱大家有听到讲，未生我者呢，谁是我？啊，生我之后呢，我又是谁？未生我者呢，谁是我？他生我之后呢，我又是谁啊？那反正都不是我啦。啊，未生我者呢，谁是我？他生我之后呢，我又是谁啊？因为都是妄了啊，都不是我了。人家是讲，他念佛者是谁？禅宗就常常念佛者是谁？所以，彼谁生，生属谁，乃至呢，谁行，行属谁？行则断，则知断其根本，如断树头，于未来世成不生法。若比丘，无明离欲而生明，彼无明灭的行灭，乃至成大苦聚灭，是名大空法经。你什么大空？啊，中观嘛空所以有一首歌叫做《深夜空空空》啊，昨夜空空空啊。这个叫大空法经，我说此经已呢，诸比丘如我所说欢喜欢喜，我这听着这偌舒服诶，听着空空空这偌舒服，较袂几啊叮当安尼。好，再来我们看184页。如是我闻一时佛住拘留说调牛拘肉，尔时世尊告诸比丘：我今当说缘起法，法说、意说、谛听，善思当为你说，如何缘起法，法说？为持有故彼有，持起故彼起，为缘无明故行。好，再点开哦，缘无明故行。好，这个缘起法法说，一个叫做能说，一个叫做所说。
上面这叫做所说，啊，下卡这叫做能说，能说所说，啊，所以能说所说呢，就叫做依空起慧，啊，依空起慧，所以就能说所说。所以就很像是什么，依他起原尘时，所以依他起原时，原尘时的必则说通即中通，这是中通，啊，这是说通，这中通跟说通。六祖公哈、哦，中通即说通，如日处虚空，唯谈见性法，出世或邪众。再来，我们看。下一段，如何一说为缘无明复行？彼如何无明？若不知前际，不知后际，不知前后际，不知内外，不知业报，不知佛法身，不知苦集灭道，不知因跟因所起法，不知善不善，有罪无罪，习不习，略胜污染清净，分别缘起皆悉不知，以六处入处，不如实知，不如实觉知，以彼的不知不见，无间等，这个无间等是好的哟。真心教法都无间等，啊，妄心哈、哦、严重的话会入无间，所以这个无间等是好的。真心哈、哦、真心念念相续坚固，那叫做无间等。啊，没有无间等，那就是一直都忘，一直都忘了就没有办法等，因为常常会有变异业感，念一好念一歹，这个痴暗无明，大明是明无明，见身业，五口业，啊、哦，那如果对别人的心里有怀疑，那叫做疑义业。因此，叫做见闻理三根。它、啊、什么根呢？不是六根的根。是根据的根，所以我们对于法的判断，对于善知识的判断，那要不要透过见闻理三根呢？哦，啊，这见闻理的心，将对身口意业共鸣。为什么特别用身业跟口业？啊，哎，此方真教体。哦，清净有什么？有英文呐、啊，所以观音菩萨说，此方真教体在哪里啊？
耳根嘛，圆通，圆通啊，四面八方都可以听得到叫圆，然后隔墙也可以穿通，所以本来他的耳根哦是最适合圆通法的，你看我们的耳根是最适合这种方法的此方真教的，最不受其他障碍的，这六根六尘六识的耳根哦，最不受其他影响，而且呢，两这两，还有一个就是呢，很具足什么，很具足啊，多少一根擦掉，很具足长。为什么很具足长呢？因为哈、哦，因为。就是在睡的时阵吼，嘛袂叫听唔到伊。啊，若无吼，迄闹钟起落，谁那会来惊伊起来？所以，就是在睡的时阵吼，嘛袂叫唔到伊。在睡的时阵做梦啊，做梦唔到伊，还听袂听唔到伊。那闹钟一起落，一个大概惊起来。所以，最不受影响的就是呢，它是具足远。圆通，而且又什么？又长，长就是不会受影响，很不会受影响，就是耳根。所以哈、哦，多用什么？多用耳根。因此，佛陀的功哈、哦，此方福报最大的有两种的，一种就是呢认真讲，一种就是、哦、认真听，因为清净有因母。而且呢，最能吵。啊，一边是咧讲法啊，一个咧讲吼种性，哦，心性啊。耳根的反文文字性都最稳定，长嘛哈、哦，所以叫做文思修入三摩地啊。圆通常啊、哦，这是根据啊、哦，这你六根的根呢，这根据的根、哦，所以这个部分